另外再过两天就是情人节，你有打算要带你的另一半到哪去走走呢？同安节内有一个活动叫做心心相印水上脚踏车的体验活动，在情人节当天只要是穿着情侣装来体验，就有机会抽中住宿券，欢迎有情人带着你的另一半一同来度过不一样的情人节。在东山河面上有着心心相印的脚踏车体验区，情侣俩骑上水上单车一同完成心心相印，而这过程中不只要有默契，也需要同心。我想我们情人节就是有希望促成哈、有情人终成眷属哈、然后我们也希望帮情人促成更亲密的那个友谊哈、所以我们就来办这个活动啊。主办单位表示，在8月6号情人节当天，穿着情侣装，在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3点半，体验心心相印水上脚踏车，每对情侣就可以参加抽奖，奖品包括10000多元的饭店住宿券和美妆品。在情人节当天有规划是心心相印情人节专案啊，那一天的话，只要在8点到下午3点中间来体验这个水上脚踏车心心相印的活动的话，都可以参加抽奖。那奖品的话，包括住宿券、SPA 券，还有美妆的那个用品，欢迎全国的有情人都来参加这个活动。在情人节当天的下午4点，与活动现场公开来抽奖，欢迎有情人到同万节时，共同度过一个不一样的情人节。以上新闻记者蓝夏如采访报道。